好的，最后在这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当中，马来西亚组合涂建杰和陈文宏以2-1战胜了印尼选手基多和塞尼亚万，进入到了半决赛。从整场比赛来讲啊，他们的配合比基多和塞尼亚万更默契。几乎很少看到涂建杰和陈文宏出现这种配合失误，比如说两人跑重了位置，或者说照相球让球，或者说抢到一块儿去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。两个人在场上的位置总是非常的平衡，